大家好，我是小胖啊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206连武神坛小组赛第二轮的一个比赛。关联方式钓鱼岛，对战方式花果山。那对面呢，就是那个我天天啊，或者是说老给大家做的那一个三扫大唐加龙宫的那个团队，就那个扫塔龙啊，三扫大唐配一个扫塔龙啊，双辅助啊，就相信很多看视频的兄弟们也比较了解了啊。对于这两个团队，小胖这边做的视频也比较的多了啊。那这场比赛呢，双方都是选择上了这么一个三扫大唐，观战方女儿武装。化身地府三扫大唐，对面是武装官的丹峰，配合着化身是普陀山加地府的三大辅助，再配一个三扫大唐啊，两边都是三扫大唐。观众放一把摄魂去点杀对面的三扫大唐，就给了一把摄魂，哎，倒是观众方也不贪心啊，就是给一把摄魂。对面十二层的建议啊，观众方这边也是十二层的建议啊，一模一样。观众方这边是有六层的诸天看护，加过魍魉追魂，再加真阳令旗，啊，这个状态还是比较好的。对面也是十二层的建议，有真阳令旗，但是没有魍魉追魂和诸天看护，啊，没有这两个。对面大唐慢慢倒地啊，倒地了以后就可以加上这么一个诸天魍魉追魂了，哎。凝之术丢一下啊，就速度方面的话，观战方这边还是占便宜的，有一个风系的要素，物理速度也是在观战方大唐的手里啊，就整个速度的方面还是比较倾向于鱼岛这边。那对面更多的是得做一个保出手的操作了吧啊，双方的药品消耗都不大啊，因为毕竟是三扫大唐，前期的话大家肯定还是以叠加建议为主啊，所以说药品都还比较的多。哎，这都是三扫大唐的比赛也不多见，而且鱼岛用三扫大唐的比赛也不多见啊，鱼岛一般也不用三扫大唐。水清保一下啊，刚才说过，就对战方既然没风系的速度，然后又是一个单风系，那他肯定就是保出手做的要好。横扫千军有天地同寿啊，两刀直接送你走。上天地肯定是为了防止对面的小死亡嘛。啊，整体打出来的数据，对面的大唐也是要比观战方要高一些的。就数据啊，就呈现出来的数据，对面要高一些。不是因为这个天地同寿啊，就扫宝宝也是一样的。扫宝宝也是对面扫出来的数据会更高一些。那这样观战方大唐的金风相当于是被清除了。鬼眼打上，鬼眼打上，4400，神佑，哎，神佑是好事儿啊！面对三扫大唐，最后一刀也把这个宝宝清了，哎，你还多建设一次，所以这个神佑观战方还是很开心的。宝宝一根，再带走一个避雷，差一丢丢出腾挪镜，不然能带走对面三个宝宝啊，三个宝宝还是被带走，瞬间一回合少了三个宝宝，这个压力会稍微大点啊。当然对面可能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于观战方这两个风系啊，你说这两个风系在场上不断的骚扰你，你这节奏就不太好打出来啊。有金青，嗨，这个爽了，这个金青可太解渴了。继续扫宝宝，点防御了，扫不太动。观战方这边场上带着避雷也是为了防止对面的宝宝点防御，如果你宝宝点防御，这避雷打过去有伤害加成，你如果不点防御，哎，这大唐扫过去你也难受，所以三扫大唐前排的宝宝最好是配避雷啊，最好是配避雷，能跟这个三扫大唐形成一个比较好的默契吧。那观战方这边也是一把金青，
小死亡有大死亡，小死亡就挂不中了。在杀对面大同官府有一个2600的护盾，这三刀好像杀不掉，连破也不亏，没杀掉也不亏啊，连破。壁垒的话杀人就差点意思啊，就壁垒轻宝宝还行啊，他杀人差点意思。点不死人呀，继续扫对面，直接点防御了啊。当然这个横扫的话就比较的明显了，还有个大怂，你还输连破了，你上一回合还针对过他，那他肯定要点防御的，这个有点太直接了。当然对战方这封印的压力还是比较大，感觉梧桐这一次的命中率有点高啊，这武装怪比之前要强了不少。横扫千军将关良方大堂直接拿下，但是没有小怂的话好像关良方压力也不算太大啊。笑里藏刀再给幻帝听了，遇事不决幻帝听啊，正好对面的孩子比较多，杀对面大堂也可以，去庆清对战方的孩子也没什么问题。再换一个，再换一个，直接三个地厅。起个风，诅咒之烧继续针对对面大头啊，关良风这个太直了啊。无间地狱开起来，有罗汉就没事了啊。巨剑，99003.0元的巨剑用了，那关良风怎么着也得有个工地厅吧？尺子扔一个，尺子再扔一个，尺子再扔一个，真是雨露均沾呀！啊，一人一个啊。关照外，点的化身寺，你怎么个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那点化身寺应该是有工地厅啊，应该是有工地厅。这还是法的，但是关正峰这边是剑斩的大堂对吧，我没看错的话诅咒之伤也是跟的大堂，那是想双杀是这么个意思吧。对吧，那你可能是想双杀，关照万象。
好像一个也杀不掉吧。对，一个工地厅没有啊，全法地厅。对面这首罗汉盖的好呀，啊，这个罗汉盖的到位啊。嗯，关张方大唐如果是防对面的横扫千军的话，他女儿村就不用跟诅咒之殇了，对吧？女儿村把那个诅咒之殇给化成四多好呀，啊，所以他不是单纯的防止对面大唐扫出来来针对关张方的地厅啊，他就是想杀掉这个大唐，然后也想把化成四杀掉。双重的想法啊，因为他给大唐又跟了一个诅咒之殇，最后两个一个也没杀掉，自己亏了三个地厅。武装惯的罗汉啊，功不可没啊，再加上余岛这突出一个贪心啊。确实是突出一个探险。你把金刚拉上。小死亡没挂中，横扫千军，对面有青石，这个伤害还是相当的爆炸了，7200。关张方点对面大唐那个费劲儿啊，对面点过来这个简单啊。慈心洗澡。大唐拉起来，这边他这个金风又没有啊，又没有金风了，战敌加起来靠地厅再冲一冲啊，看看能不能拿到一些东西啊。哎，算了啊，算了，还魂咒拉起来，扔的有点晚了啊，这孩子速度还是蛮快的。横扫一刀，现在双方这个情况半斤八两吧，倒是余岛这边出的三个地厅也是影响不大啊，手里的宝宝还很多，比对面宝宝多多了，就对战方前期也没怎么清掉关战方的宝宝，对面武装冠就剩下一个了，地府剩下两个了啊，就对面宝宝的消耗太大了。然后再换地厅，又来一个。那对面这每个回合就搁这防地厅了啊，战敌加上诅咒之殇再针对这个大唐，关张方对大唐是情有独钟啊，点防御了，点防御了。尺子也给这个地厅扔了一对儿啊，点防御真弄不死了，这地厅没伤害了，被扔了两个尺子呀。壁垒打不
动，金心一剑200，死亡召唤700，力劈化身就更别谈了。挠痒痒140，这个点了个寂寞，就观察风，要不换个思路吧，你不要老盯着这个大堂了，把眼光放远一点嘛，咱们去杀一杀别人吧，这大堂人家房子太好了。攒来一个金青，小死亡反点啊，乌龙蛋啊，哈哈，这乌龙蛋就对面杀关中锋大堂好容易啊，关中锋杀对面大堂那个费劲啊，出一把连破啊，这就是防守的问题了，就对面防守确实做的要比关中锋这边更实在。防魂咒拉起来，这个乾坤再套一套，小死亡没挂中，对战方也是想从根源解决一下问题啊，想把关战方地府给斩掉，但地府他毕竟抗风呀，哎呦，地府的抗性还是高啊，扫不动啊，扫不动，辅助的抗性确实是数一数二的。卡个大金，大死亡，没拍着，诸天看护啊，这回鱼岛这边诸天看护应该加满了吧，8层的诸天看护啊，正阳令旗魍魉追魂19层的剑意啊，当剑意达到23层以后，他就不受这个死亡状态的影响了。现在还有几次横扫，对面几层了，对面18层啊，双方整场比赛这个剑意基本是大差不差的，而且花果山也比较擅长打这种防守型的阵容吧，平时在剑会人家玩的就不错。诅咒之殇，哎，关南方换思路了，来针对对面的地府了，魔镜加上摇铃铛，看一下小死亡的问题吧，摄魂给大堂降伤害，小死亡挂中了，关战方也是同样的来针对对面的地府，那对战方的地府没了，直接被切掉了啊！关战方地府是一肚子的灵元啊啊，5点灵元一点都没舍得用啊啊，或者说压根就没有机会用，5点灵元，哐哐延长。对面5点灵元，这得延长10几个吧，15个回合，啊，15个回合。因为对面没有鸟车啊，关张方这个地府是肯定能延出来的。哐哐一顿延长。一把延长扔出来，没了地府，关战方胆子就大了呀。其实鱼岛也怕对面的地府啊，这个是一样的，他也怕小死亡倒地，他不怕倒地啊，也是怕小死亡倒地。现在没地府了，他心里也踏实啊。对面再出一手连破，打起来可能会更奔放一些吧。我看一下对面地府手里的灵元，
对面地府手里是 3.0 元，因为防过地厅啊，他的地府是防过地厅的，所以零元三点也不少啊，这 3.0 元也能延长你五个回合，这回没负担。等15个回合以后，哎，这个地府站起来以后，黄花菜都凉了。把这孩子亲一亲，差一丢丢罗汉一盖。或许买一送一了。神佑。好疼啊。哎，又出一个廉颇。对面廉颇出的还是可以的。死亡拍中，渡劫金身给一下。继续延长。啊，还扫宝啊。点了防御。但关张皇这边有，哎，也出廉颇了，但关张皇这边有壁垒。哎，壁垒没跟孩子吗？没跟，嗯，把这个四号位清掉了，也还凑合吧，肯定不如清孩子来的合算嘛。又要搞事情啊！当然关张皇这边还是有大量的出地厅的资本呢。哎，对面再出廉颇，这连着几次了呀。诅咒之殇有干将了，他又要搞事情了，来针对对面的普陀山，看一下小锁嘛。算了，大唐被控，大唐被控了啊！小死亡挂中，哦，用的巨剑，有套路啊！用的巨剑很稳。那这样对面是两个师弟点，关张峰地府手里还有2.0元啊，直接双岩，两个人，感觉花果山要走远了呀！直接双岩两个人。那地厅一换，大唐的干将还在，还能接着扫你。就咱就刚才说了哈，就余老其实一直在针对对面的大同官府，反而是打不开这个局面啊。你看，换个思路，针对别人，瞬间把这个局势给打开。啊，你老针对人家大唐，人家防大同就完了嘛，你又弄不死人家。这一下可不一样了，先从地府着手啊，再拿普陀，一下子感觉这个思路就流畅了啊。你看对面大唐老点防御啊，对面大唐老点防御，你就想针对他，你不好针对的。小死亡再关中环，关照万象盯着大唐。
对面大团也是小锁拿下，关东方这边地府直接可以三延长了啊，直接可以三延长。基本比赛结束了啊，地厅一换没了。点防御宝宝，啊，出连破，打到后边关张方连破也没少出啊，对战方出的也不少，关张方也还行，斩敌加上，这回就随便打了啊，对战方就两个人了，这防也防不住了呀，嗯，想防也防不住了。哎呦，就这也能盖出罗汉啊，这真奇了怪了。关照万象，这地厅有感知的，这地厅厉害啊，还有感知的。减加速啊，剩下三分钟了。嗯，关张峰这边的宝宝储备还是不错的。剩下最后一个隐身宝宝，一万三。拜拜。